大家好，我叫江米笑，我今年13岁，我来自加拿大多伦多。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唱歌跳舞，我希望通过我的唱歌给大家带来快乐，同时我也希望我的唱歌给我学习生活带来增添不一样的色彩。我喜欢中国的文化、歌曲和美食。我希望我可以回去北京给大家唱歌。疫情前，我每年都会参加老人院的慰问演出，通过我的歌声带来美好和快乐。疫情后，我开设了网课唱歌小课堂，带着弟弟妹妹们一起快乐地唱。今年我荣获了 Crescendo 音乐大赛青少年组第一名。我感谢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赛给我这次展示的机会，感谢我的歌唱老师唐老师教我怎么唱歌。我会继续努力提高我自己的唱歌水平。